能与爱多美结缘，我要感谢我的领路人，我们是结识了将近20年的好友，源于对朋友的信任，有幸踏上了爱多美的成功之路。38个月的努力和付出，从一无所知到不断学习，从中真正认识到了爱多美事业的价值。真爱灵魂让我了解到人不能作为盈利的工具，经营梦想让我树立了从未有过的梦想，坚定信念让我坚持不懈地相信自己定能成功，谦卑服务告诉了我要默默地为所有家人服务是我应该尽到的责任。接下来在以后的事业中，我定会遵循公司的文化理念，和我们的领路人及所有的伙伴一起，让更多的人使用上优良品质、超值价格的大众精品，并将爱多美事业推广到千家万户。决定一个人成就，不在于走过了多少路，而在于选对了哪条路，走好了哪几步。希望能得到共勉。谢谢家人们，我的分享到此结束。